陈真在吗？他还没回来。你请坐。 请喝茶。谢谢。你中文跟谁学的？跟陈真。说得很好。陈真，你回来了，霍先生在找你耶。 最近怎么样？在忙什么？我在电信局找到一份工作。你真放弃精武门？无所谓放不放弃。不在精武门，我做的工作一样很有意义。精武门还是需要你回来。我也把小红带回来了。 最兴隆那个，嗯，你还没见过他啊？恭喜你啊！你也可以把光子带回精武门啊。他们可以接受小红，不会接受光子，因为她是日本人。光子能这样为你牺牲，她是个好女孩。嗯，不知道其他人会怎么想。她留在精武门，一定会影响精武门的名誉。 我不能这么自私。我最近学会一套拳。什么拳？我来教你。嗯。嘿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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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套拳很像霍家拳，对，是霍家的迷踪拳。但师傅说过，迷踪拳是不传外姓的。迷踪拳也不过是套拳法，差别只是由我父亲所创。陈真，请你答应我，明天我要到虹口道场决斗，如果我有什么不测，你就将这套拳法传下去，越多人学会越好。 对不起，我终于还是决定要走了。人生有些事比爱情重要。没有我在你身边，你能做的事更多了。遵守你的诺言，在日本军队回到日本的时候，我会在京都等你。